现在我们完成到这里之后呢，好，就跟它是平着的，平着的我们这一根就不用再穿了哈。现在呢下一根哈，编到这里呢，这一根就不用编哈，以此类推，我们一整排都是这样的方法。好，最后一个，现在呢这里呢一整排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现在数一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，一共是有13个，如果你的不是13个那么就是错了。现在我们好把这上面的哈把它收起来。好，现在这里呢我已经把它收起来了，现在来看一下这一边怎么样收。我们要把它每一个藤条呢剪好一个尖尖。好，剪好了尖尖之后呢，好，我们从第二个往下穿，穿三个，其他地方我们穿两个，这里是旁边我们穿三个。好，同样的其他地方也是这样，这一根是在这里穿过去，这一根是在这里穿下来。好，穿下来之后我们把它剪断，穿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这里把它剪断，拉紧贴根剪断。现在剪断了，剪断之后我们这一个侧边哈，留下来11根藤条，同样的这一侧边也留够了11根。好，现在我们首先完成底部穿脚钉，现在我们拿出来4套脚钉，然后呢把它装在这一个地方哈。